文化部102年度执行全国文化发展计划，都是希望讲会当落实这文化宾馆，并且伫这113全里社区来办理个文化档。不管是这全国或者是社区，或者是讲这基金会，都会当来争取补助经费，或在地文化会当继续来传承。另外，为了讲要让更加侪社区买单来加入这项计划。国立中华生活美学馆第10号是盛大来举办中台湾的成果展，包括讲社区会当做伙来申请补助经费。这是什么质料呢？就是大海里面很珍贵的质料，有一种叫砗磲贝。台湾原住民部落这振兴文教基金会带来赛德克族的这音乐一个舞蹈表演。当时现场一个清水生活美学协会电视的社区在你的作品中静态演出。这是怪物的面具。怪物的面具，怎么会有这个创意？怎么会有这个创意？就是那个一个角色里面需要用到这个面具，所以才会变成这个。制作过程会不会很困难？也还好。中华生活美学馆表示讲，有特别落实文化宾馆。在文化部去年开始办理了村落文化发展计划，目的就是要让在地文化传统会当继续延续落去。透过经费补助，那讲这庄头社区甚至是基金会一个工作，拢是会当提出计划来补助延续在地特色文化。文化部里面的村落计划里面，希望鼓励所有村落里面有特色的村落，可以不管你是传承，不管是你是硬体建设，不管你是艺文的到偏乡去扎根或调查，都可以透过这个计划，这个补助计划，让村落有更多的艺文活动在扰动。因为这届这村落文化发展计划一开始在中部地区就超过50000人次的参与，中华生活美学馆强调，103年度的这计划也已经开始受理申请，有兴趣的县市政府也个社区社团，都会当赶紧向文化部，也是这中华生活美学馆来联系。中视新闻王汉晶，中华报道。